Hello， 我是 King， 我们现在做分离式冷气的拆洗，已经将室内机做了每回收拆机起来，就拉开水盘的时候发现我们本来这款的海绵粘在上面的不见了，结果现在发现这边非常多的鼻涕虫，整片的鼻涕虫果冻，然后你看刚刚拉下来的时候掉了，就发现一个现象，你看我们的内机这部分风扇，我的海绵被粘到上面了，然后这边果冻呢掉进去，海绵直接掉了。那你再看那个风轮，这个风呢原则上都不太会出来了，已经塞满了。以上呢就是分离式冷气，如果没有做正确清洗保养的时候，反而会让脏东西卡在里面，那记得定期清洗保养。